我哋最初相识嘅时候，你对我嘅第一印象系点？好酷，好酷，冷到不得了。我又何尝唔系对你印象好差呢？系嗱，我中意啲一九几嘅，你又矮，眼又细。当初追求你嘅时候，你唔系即刻应承嗰阵时，你系点睇？系啊，俾人请我食咗两次柠檬，系两次啊！我又唔觉得我系好识得拍拖，即系睇翻之前自己啲恋爱经历，都真系，即系如果可以拍拖拍到完全冇咗自己嘅话，呢我都唔会想你同一个咁嘅人一齐。好庆幸当你问我点样可以配合你嘅时候，我够个智商去 get 到呢个女人对我系。跟其他兩對我是不一樣，因為他在想的東西是在我的角度去出發。其實不是，因為那一刻很想要。Timing 真的未必是你可以控制到的一件事，但是這個人此時此刻說出這句說話，應該就是提醒你是一個對的 Timing。 如果出現意見不合的時候，通常是誰讓步？你會做氹翻嗰個咯，我會喺個高牆度勁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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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堅持堅持堅持。我哋最近嗰一次意見不合，好似都係我氹翻你先。嗰次擺明唔係我錯啦，但係擺都明冇話邊。我而家係講意見不合嘅時候邊。邊個讓步啊？係咪你錯關你咩事啫？總之意見不合啊嘛。而家講讓步啊嘛，啱你啱。当初点解为我作《So In Love》呢首歌，有咩特别意思歌词？我好想写一只歌，系同一个女人 fall in love 嘅时候，好想同佢有一段好亲密嘅关系。因为我一路都喺度好 jealous， 点解你可以写咗三只歌俾 C C？ 六首。六首啊！翻屋企你同我作翻六首俾我，点都一定要作翻六首。最惨，我记得啊嘛。中意幸福肥咗嘅我多啲，定系身材好啊？一定系肥住嘅，系咪？但系你明明喺我哋拍紧拖嘅时候，你话哇，如果你但系肥咗，我哋唔要你咯。系，我觉得呢件事系有机会系五年入边我做得最成功嘅一样嘢，就系我咁高压、咁黐线嘅一个人，终于可以令到我身边嗰个人可以放松做自己。我好欣赏所有可以让到自己肥肥、让到自己老婆肥肥白白嗰一扎男人，因为你哋先至系做紧啱嘅嘢。如果我肥到二十磅，二百磅，冇啦。你会唔会飞啊？唔会啦，但系二百磅，但系唔好啦。